小宝贝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吃薯条啊。哎呀，你别吃了，你看你脸上哦，都像小花猫一样，你赶紧用纸巾擦一下吧。这个纸巾擦掉。我们用毛巾来擦一下。你是来看我一下的吗？这是擦桌子的。宝贝，我们用湿巾来擦呀。我的妈妈。妈妈们应该对德佑不陌生吧，它这个也是母婴大品牌，你看一下它这个湿巾是加大加厚的，像板砖一样，它这个是婴幼儿手口湿巾，弱酸无敏配方，宝宝都可以放心用哦。哇，它这个是添加了 EDI 纯化水，手口可用，它这个里面的湿巾是加厚升级了，而且它的纸张也不粘稠，这个纸张柔软不掉屑，一面是珍珠纹，一面是平纹，而且怎么拉扯它也不容易变形，水分也很充足。妈妈，我要擦。好的，宝贝，给你擦吧。哇，一下子就擦干净了。哇，皮肤水水润润的。家里有孩子，湿巾用的废的，姐妹们可以选择这一款德佑的婴儿手口湿巾哦，性价比超高哦。哇。